包，你好，给你表演一个魔术。这是我们爱马仕的包包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把手伸出来。把另外的手给夹上去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不要给任何人碰它，尤其是不要给任何人打开它，你也不要打开，可能里面会有奇迹。OK， 纸盘，我们先把纸盘洗乱，完全洗乱了。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我在拨盘，你随便喊停，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。停。这个位置 ，OK。我们取到一张牌，是张红心二，看仔细啊，待会会有什么事发生？红心二还在啊。你有感觉吗？我没有。你看整副牌里面不会有任何一张是红心二。把这个包包打开，你好，是阿英，给你看个魔术吗？可以。我送给你这个我的 Hermes 的钱包，你可以放在你的口袋里吗？好。这个是我的手机，你可以说一个数字从一到五十二。七。你要换吗？我不换。你可以换。我还是不换了。好，我给你看。这里有 notes APP， 你可以打开吗？你可以打开第一个，是扑克牌的。好，第一个。Ace of Spades, Two of Diamonds, Six of Spades 有很多，但是你说了什么数字？七。七，有什么？七是 Queen of Hearts。Home top few。我知道你会说七，你可以看你的扣袋里吗？现在吗？你可以拿出来，打开，给他们看。Home top few， 谢谢你们。